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丰田，一个拥有着无数黑科技的汽车企业，旗下的无数车企都深得人心。近日，号称丰田小钢炮的丰田致炫合资车震撼来袭，比思域小巧美观，百公里油耗更是低至 5.2 升，售价仅仅只需要 6.98 万。首先，顾名思义，致炫蕴含着该款车是一款酷炫到了极致的车辆，它的外观采用了年轻时尚的设计风格。3D 立体梯形前脸配上明亮的双眸，再加上保险杠下方的空气动力学套件侧裙，真真切切的是酷炫到了极致。15英寸铝合金轮圈和全新的鹰爪式组合尾灯，让整个车充满了动感的气息。那么致炫内饰又是怎样的酷炫至极呢？虽然该车比思域小巧，但其配备的可是分割放倒的后排座椅，让原本紧凑的两厢车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。亮光黑色烤漆处理的中控台面板和白色发光字体的仪表盘炫酷无比，车厢内还贴切地设计了行李箱置物挂架和在行李箱内设计盖板，为车主们提供了收纳的位置。车身稳定系统、牵引力控制系统、坡道起步辅助等高科技设备也是应有尽有，高逼格的内饰让整个车看起来是更加的高大上。在动力方面，致炫搭载的是 1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为其提供的最大功率为79千瓦，最大扭矩为140牛米，与之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，百公里油耗更是低至 5.2 升。这款号称丰田小钢炮的车型售价却不到7万元，加之酷炫的外观和高大上的内饰，一旦上市肯定会受到消费者的疯狂追求。